天做翡翠海鲜羹。翡翠海鲜羹，对。哎，顾名思义就是这个翡翠写干的嘛。对对对，绿绿耶。下面会叫做翡翠的。翡翠就是我们用这个菠菜哈，加这个蛋白，还有玉米粉，玉米粉好下去搅拌之后呢，用油去炸过。哦，这是高汤。对，我们今天准备这个高汤哈。是什么高汤？这是柴鱼高汤。柴鱼高汤。柴那个水哈煮滚之后，把柴鱼片丢进去，柴鱼片丢下去之后，把火关掉，加一片姜片，加一片姜片，泡个十分钟就好了。哦，好，就变成这个柴鱼汤头，其实真的很好做。对，大家先去腥，事前准备非常的充分。够两分钟，好，来，我们现在把这个中卷的部分，中卷的部分好，把它对切，我们切一口大小，一口大小，切一口，切一口大小，切一口大小，对，就是四口啊，哈，对。加吃到的根是有，就真材实料，不是外面有什么粉衣的那种。没有，真材实料，但我们要穿它。然后这个中卷的部分呢，我们要把它做一个改花刀，花刀哇，花刀。它没有去皮。那师傅，我可以问一下问题吗？可以，这不要去皮。就是说我曾经做过这个三杯的这个这个花枝，是。那个皮的部分到底是要不要去掉？哎，一般这个我们说在吃这个中卷的这个肉的部分哈，这够新鲜的话就不用去皮。哦，够新鲜的就不用去皮。对，好，对切之后呢，我们把它改成。这个好漂亮哦，这个刀工。改花刀，刀工战士。我们再想几个梗来影响师傅好了。对，那我们这个翅膀这边打起来，把它对切。把它对切好，高汤的部分呢，我们把它取出了，因为这个就是滚沸的高汤，我们现在对，然后我现在我们在锅底哈，我们要加一点那个油哈，来爆香这个姜末。对，我们来这个姜末，你在忙什么？他拿姜末在这儿。是不是要说？他也乱了，对，他也乱了。这一次是这个小事实，对啊，他姜末他讲了五次，跟我们的菇也一起放下去，对。然后我们现在姜末姜菇将我们的虾子虾仁虾子穿烫，还有我们这个中卷，好，来这个摆下水滚之后，摆下来之后火关掉，是哇，动作很重要，对，火要关掉，对，水滚火关掉，火关掉，这是浸泡法，浸泡法的这个熟程度哈，蛋白质刚好到它刚好熟。成的这个点哦，刚好拿起来吃就跟非常嫩了，刚好29秒。哦，刚好29秒。对，他们试试一下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他乱讲，29秒。师傅说，他明明下去就不到15秒，他可以讲29秒，也相信。对啊，黄牛，对啊。这个现在这根最重要的是哪里呢？爆香，因为那个根哈没有爆香。刚才说那个蒜头要吃生的，我们这个要吃有香味的。哦，香过正，对，香哦，香，明明家里爆香，你就因为说有香，你们不要太这才要变香了。对，已经上色焦掉了，还没有没有香，继续看有没有？对，除非有，没有，还只有三分之一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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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我们现在要把这个。红萝卜也很重要啊。还有什么？红萝卜跟竹笋啊，因为红萝卜它是这个脂溶性的维生素 A 啊，先跟油给我炒一下。他有在紧张，讲话因为打字了，卡住了。我们这要重新再跟观众朋友好好的做一个介绍一下，因为哈，再讲两分钟又过了。竹笋啊，吃脆，因为竹笋你煮一天啊，它的纤维都还是那么脆，好，所以竹笋是煮三天呢，煮三天还是脆的，一样脆。煮一天跟煮三天是什么意思？对，所以这是要有地位的人才听有诶。太神了，我地位，我地位，啊你惨，我现在高汤地位。我是讲，还有智慧啦，这条话无关于无智慧啊。你讲洛师傅，拜拜。我们现在把这个高汤加下去，还久嘞，还有一分钟。对，我们这拿错了，对，到底要拿什么？角落是米粒，我们现在加调味料加下来，米酒一大匙，对，一大匙的酒，一大匙高汤哈，用把它煮沸了之后，因为我们的时间这样子比较快速，对，好，然后我们这个调料很简单哈，盐哈，盐巴，对，半勺，盐四分之一小匙，四分之一，哎。你确定？然后糖，确定？糖1/4小时，是好，对，好，那我们最后再加这个香油哈，然后我们用
太这个太白粉水，太白粉水多少比例？多少比例？我们这个要给它稍微浓稠一点，1:1.5就可以了。1:1.5的粉哈，1:1大匙的水。我有时候觉得啊，你们厨师真的很无聊哎，什么1:1几，然后几汤匙，啊，咱煮菜就是切米豆啊，那个青菜碟啊，你就加几汤匙。教观众朋友，秀姐，我们是大概的比例啊。如果你要重一点，你就加重一点，没关系。对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因为这个要教观众朋友。对呀，嗯，好加，好加，是味道。赞赞，不要说。鲜美啦，可以试一下这个汤。好，这个味道就是要这个味道，因为我们这没有添加那个味精的这个。好鲜哦！对对对，哈，你那个柴鱼味很重。厉害。对哈，来，我们现在把这个不错不错，芡汁哈，芡汁厉害，这个汤。等一下，刚好鲜鲜。记得哦，真的自己在家里熬高汤，就是柴鱼水滚之后，柴鱼放下去，放一片姜片。嗯，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很厉害的，要再呈现出来，观众朋友一定要注意看哈。这个我们要先带一点。我们把太白粉水已经放下去了，对，太白粉水，对，好，加下哈，然后这个要打到这个琉璃芡这样子，是透明透明的琉璃芡，还有水水的，对，水水的琉璃芡这样子，好，拉起来，这样是水水的这样子，这就是琉璃芡的这个经典代表，好，来，我们现在把这个海鲜料看好之后呢，把它加下哈，对对对，把它摆下哈，是。接着呢，我们现在把这个翡翠再来，就是加咸翡翠。这个翡翠注意哈，不能太早下，因为你太早下哈，它会变黑啊，变黑。对对对，好，所以下火还要赶快关掉。对对，好，下来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好，这个蛋白，我们蛋白跟蛋黄哈分开，好，蛋白加下来之后呢，给它静置十秒钟，静置十秒钟，哎，1234567890，好，这么快啊？骗谁啊？微波，明明就两三秒钟，先生十秒钟的微波，你这是快转这样子，就是那我们这有很多种色泽哈，来，现在我们更厉害的来，双黄蛋啊，双哦，要找不一样颜色，明明是买一个不有机的，一个是有机的，好妙，蛋不厉害，妙。分开它就有一个色泽差。你还都拿没有机无机啊？对对对对，你加下来油压就跑出来了。加下来之后呢，我们静置十秒，再静置十秒，七八秒。哎，你刚刚就给你点。来，我们把它拨一拨哈。是。哇，变乱蛋了哦。现在都是最小火的状态。对对对，现在最小火哈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不要紧张。对对对，慢慢做，慢慢做。然后接着呢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取出成盘了。因为这时间好了。海鲜锅，砂锅碎里有碎里，会爆掉，是，会爆掉，真的假的？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师傅，你骗人，没事，吓死我们！我骗人，在跟节目骗我吗？干嘛砂锅根本就没热？对啊，没有热啊，我们以为有热，会应该有一种声音出来，对，扣分。还没，哦，加点料，海鲜料，还有那个照片给大家看一下，其实很像那个广东粥，对，有点像那个翡翠羹，对，这是翡翠羹美，我们加一点这个香油，好，我们的翡翠海鲜羹完成了。